顺德爸爸个团出 COVID-19 咯，跨境个案例，因此我马上就要搞即个中秋节连假必须关心。因此我即个过去哦，中秋节有真侪民众拢会来选特别的行吧，可能就有困顾个即个风险哦。对此各关心嘛来提出哦，针对讲今时要来禁止行吧来做一寡讨论，但是政府是暂时维持禁止大规模社会即个行吧决议。民众啊是讲要伫厝内要来行吧，政府个立场虽然是无讲禁止，啊毋过嘛讲无鼓励。现在北部 COVID-19 疫情又阁有扩大的风险，因为可能接续下来的中秋连假，有真侪民众拢会选择行吧来过节。为了避免疫情扩大，市政府委托也表示，暂不禁止大型的户外行吧，但家庭或者是个人的行吧是无鼓励也无禁止。那目前为止，我们的一个态度跟立场是，户外大型的烤肉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办法同意，所以我们禁止户外大型的烤肉。但是如果在家门口，在阳台、在骑楼的烤肉，我们虽不鼓励，但是不会禁止。不鼓励的原因是说我们不会补助啊经费，啊不禁止的原因是因为顾及人情之常。那至于参加烤肉的人是亲戚、朋友、家人，这我们也很难去一家一户的这个稽查。所以说我们能够政策只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，就是说在家户哦门口哦骑楼。阳台的这个烤肉，我们是不鼓励，但是不禁止。虽然无禁止行吧，但民众只会使伫家己厝里的门口来行。市长也建议，会使考虑用火锅来取代行吧，同款会使一家伙仔聚集做伙，也袂造成空气的污染。记者郭博义综合报道。